所以最后第一个这个方法的话，只能切其中一个超联。那如果你底下很多个的话，你可能要把这个改写一下。那改写主要就是改写这一边了哈。主要的话呢，就是从这边开始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 A1 跟 B1， 这边只有 A 跟 B 嘛。哎，那什么叫 A1 跟 B1 哦？指的就是说我刚开始初始值从一，意思就从第一个字开始找。那之后找到的话，再把什么？把这个 A1 哈找到的位置怎么样？再把它加一，让它从找到的位置的后一个字开始找，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找到一样的地方了。OK 哈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先多一个初始啊，底下的话就多打一个叫 do while， 后面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回圈的话，哎，就不是用 for 回圈的，这可能慢慢习惯 do while。那 do while 什么呢？就让它去找 do while， 哎，一直帮我找哦，找从哪边开始找？从do while OK 好，然后直接呢帮我找，去帮我找找什么呢？找这个东西，的位置啊。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啊，这个程式好像有一个地方有问题，就是你如果只是找这个刮胡好像会出现错误，因为它好像有里面有地方是也会有用到这个符号的地方。所以会造成错误哦，所以我后来好像补一个，就是补一个这个符号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避免什么？避免它那个，就是说呢，单单只有一个这个刮胡啊，而造成就是错误的问题发生哈。这边的话，哎，这个地方找这个，然后呢，当它怎么样不等于0的时候，不等于0意思说有找到 ，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loop 哦，不是 nest 哦 ，loop。OK。然后再来做什么呢？就让他去找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哈。然后这个条件的话，这边然后这边前面要多加一个 A1， 啊，从 A1 帮我去开始找 ，OK， 这样子的话，他就一直找，哎，找到一个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啊，再下一个，然后找到之后做什么呢？一样哈，把 A 跟 B 这两行放到这里，你这边 back 一下，然后意思就是说一样哈，当有找到那个符号的时候，那帮我找到它 A 跟 B 的位置。接下来做什么呢？哎 ，A 跟 B， 特别说 A 跟 B 前面可能要加一个 A1。OK， 意思说哈，第一次一定从那个什么，从一开始找。那如果后面的话呢，就把它加一就对了啊。所以特别是后面的话呢 ，A 跟 B 啊找到之后做什么呢？就不是直接输出哦，而是怎么样把它做串接。因为找到一个串在后面，所以后面的话呢，就 S 等于 S and 找到的东西，然后 and 串接什么呢？串接这个东西，我就拿这个来改，这个直接拿来用啊。这边这个 OK 哈，他找到的这一串，然后后面的话要换行啊，换行特别重要，在储存格里面哈，你就要用什么 char 刮胡时。意思就是加一个哈，其实在那个也是好像叫什么 ALT 加 Enter， 就是一个 Return， 它等于是会换行，换行的话就 char 10啊。最后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是直接怎么样，再把最后它串接完的结果做输出，输出的话就是输出到哪里，输出一样嘛，只是说串接的结果。再来后面记得一定 S 等于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串接完丢过来之后，一定要把它清空。如果没有清空，它变得越串越多，越串越多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越来越多啊？因为你忘了把它清空了。它有点像剪贴布啦，反正剪贴布剪好的话，然后最后就把它清空，否则会有旧资料啊。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的啊。还有一个，最后记得怎么样？把这个 A1 怎么样？要把它再加一。所以当它已经找到了。然后呢，已经串完之后，记得就怎么样 ？A1 等于什么呢 ？A1 要把它加一，然后 B1 要把它 B1 加 B1 等于，应该是啊不，跟着一样，应该是 A 了哈，这个应该是 A 的位置有没有？这个是 A 找到的位置，把它加一，啊，这个应该是 B 加一就对了。OK， 好，哦，这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？哦，这个实在是有点，哦，非常，这算是已经算是难度很高的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哈，从这个范例里面获得，你想要的，其实可以做出很多。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写全文检索的时候的程式码，我把它拿来改写的。
OK， 我把以前写全文检验所的概念把它放在这里，其实也是通的。啊，最后呢再 check 一下，哦，应该没问题了哈，这个都有，有没有？其实基本上我刚刚改的一 in three 有没有哈？不等于零嘛哈？啊，这边一定要 a one， 这边也 a one 哈 ，OK， 啊 char 10，这个加一放回去 loop， 然后丢回去 ，OK， 好了，有没有？我都有把它变黄色的哦，好 OK。 不过真的难度非常高，仅供参考。如果你暂时听不懂没关系，回去再把它反复听一下，然后这个程式自己也许再重新 delete 掉重写。啊，最后关键地方来了，就是要 run 一下 ，OK， 写完哦，如果不 run 不成功，等于也是不成功。所以最后这个关键来了。啊，但是哦，如果你怕会有错啦，我是建议这样，你可以怎样设中断点。 有没有设在哪里？设在这个地方好了，好让它跑一下，不然的话可能会无穷回圈。确定它能不能跑个几行之后呢？结果 OK 的话，那按 F 8好，然后看一下 A 有没有？哎，145有，然后底下这个呢？2，哎，有了 ，OK， 底下应该都没问题。然后往下，好，然后哎，理论应该都 OK， 啊，都 OK 的话就把它解掉，然后把它让它全部跑，看一下。 跑完了，有了，成功了 ，OK， 好、哦，大概是这样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说真的，这本来要讲很久了，但是我们只有5分钟，我要把5分钟讲完，太辛苦了 ，OK， 所以哦，有些细节也许没有办法顾到，所以请各位回去再看一下 ，OK， 啊，这个都化回圈之后啊，在那个合并活页部的时候也会用到 ，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 另外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回圈的数量不一定的时候，你也会用到读法回圈哦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也许回去可以试着把今天讲的这两个范例哦，先把它熟悉。那下个礼拜的话，我们就要进入第二单，所以回去的话，请各位要记得这个下载的连接。那请各位就是有些范例也许没有时间讲哦，那云端上有答案，你也许可以试做看看。然后我们可以。 花比较少的时间把那个题目带一下，OK，然后再来的话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，OK， 所以下一次，我们就会继续来看那个单元2的部分。那你们回去就是先把练习档下载，然后试着看一下云端上面的一些相关说明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哦。 当然，我有在 YouTube 上面，影片下方也可以留言啦，也可以发问题都没有关系。OK， 好，画面好，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先到这里哦。